同时来关心啊最新的这个国会大现场了。来看到以后特别条例三读通过，不过施行期间却规划到2025年12月底。当时上位者已经不是蔡英文嘞，到底在搞什么呢？我们时间比现场有。国会大现场，我们这一节邀请到立委赖士葆来到了现场。委员早安。是大早。委员，议后的特别条例昨天三读通过了，但是到时候当然是照行政院的版本嘛，毕竟民进党团有挟持这个人数的优势，所以是普发了6000块。但问题是这几年来蔡政府的税连年超收已经超过1兆了，然后大家在野党在喊10000块不能发，只能发6000。这个其实民进党有不少的立委，他私底下也赞成发10000，也有人公开提10000，但一开始，但是因为那国民党最早提出来的，他就不要跟，就这样而已。道理就是，他不要让国民党得分，他要让整个医药条例这个的一个普发现金，他全部把功劳拿走，就这样子，完全政治考量。我昨天在这个院会发表，我说人民最大了。孟子讲的人民最大，社稷次之，这个君王最轻，也就是说现在来讲总统最小啊，民意代表次之啊，社会次之，然后老百姓最大。老百姓现在啊，我礼拜天才跟1000多人见走，碰到我他们就两个诉求，越快越好发10000，就两个诉求。现在的话10000块落空了，改成6000，那能不能尽快？老柯建铭呢还是不可能，一定4月11号今天改口了，他说可能啊，最快3月。对啊，因为他就是冷冻期1个月嘛，那老百姓都要越快越好。有人打电话给我，打到我办公室，转到我接，他说一边讲一边哭，他说能不能尽快发啊？我说10000啊，没有10000，6000也好啦，尽快，我们家4口就有24000，人家在嗷嗷待哺，等这个钱，那为什么他们就要这样子拖？所以他同意了，现在说大家只要不提冷冻1个月，3月中可以发了。不要说，因为我算过嘛，他这个礼拜四送进来。下礼拜二没有程序委员会，礼拜三加开程序委员会，礼拜五就可以一读了，在院会一读，下个礼拜就下下礼拜马上可以排审查，审查2天就开始审预算了，审完预算进去协商，再1个礼拜，所以3月中就可以发了。我讲客气了，我讲3月底那是客气的，3月中就可以发了。那就在于要不要，真的有没有以民的心、以民的愿望为重？如果这样再卡来卡去，这个老柯就是说，我要冷冻期1个月啊，要冷冻期1个月啊，这个叫睁眼说瞎话。现在都同意了，3月中可以发了，所以大家可以发，3月中可以发，可惜只发6000，没有像我们提案的可以发10000。对，所以可以看到连委员这边都接到电话，1家4口24000，这么迫切需要，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有多苦。所以现在看起来应该是君王为重，人民为轻啊，如果以这个本末倒置的蔡政府来看的话。那当然另一方面，我们来看到这个议后特别条例，它的施行日期是到2025年12月31号，等于是后年的年底哦。问题是蔡英文这一任的任期做到明年5月就结束了啊，这个议后特别条例施行到2025年底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委员，他的意思很简单，因为这个条例是民进党规划的，所以你们要投民进党，让赖清德当选，可以继续执行，就这么简单。政治考量，莫名其妙，这个了不起，实施到明年底就可以了。他为什么要到后年？就绑清楚了，他这里面到处这个绑这个那个绑，对不对？是企业绑，年轻人绑，这个绑那个绑，就告诉他们呢，这个钱慢慢发，慢慢用，用到后年，所以你不投我，那没有了。
他会这样恐吓啊。那变绑桩的，就是到地绑桩，就是到地绑桩，而且他一定透过网络，侧翼的网络去到处散播这样的消息，说这个要投民进党，这个3800亿才能真正的发下去，没有投民进党发不下去，就这样子。那可这也是好，假设两年内，你现在这叫疫后特别条例，就帮助复苏，哪些店家可以撑两年呐、啊？就一样，就是大家又嗷嗷待哺啦。是啊，所以我就是他们坚持不让嘛，他人多啊。老实讲，我都觉得半年就可以了，到明年中就可以了。就是明年5月19，蔡英文结束之前。对啊，就到明年5月19就结束了，对不对？那就是代表他们编得很腐烂嘛。编得很腐烂，执行力很差嘛，那又要编这么多，有必要吗？那就很更回应我们所讲的，你做不了那么多，每个人发10000或者发15000都可以，马上花掉了，马上花掉了，就不用到后年了。你在慢慢编，我要怎样？对啊，对啊，就这样，就这么简单了、啊，就是一切政治考量，真的，这个民进党啊，实在这个。他不呼应我们10000，10000才2300亿，20000才4000多亿，刚刚好啊，花掉就好了。比他那1兆都还要少哎。对啊，就这样子啊。是，所以从这边还是可以看得出来，蔡政府的财政纪律失灵，到现在依旧是没有解决的啦。哈。好，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委员的宝贵时间，谢谢。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，现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旺旺水神的抗菌液，当然我们装在这个雾化器里头就可以做喷雾清消，非常的安全，不会伤身体，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，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。哪里购买呢？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就可以买得到。